大家晚安，欢迎来到信长的世界，我是老郭。来，又是铃铛号，又是铃铛特辑。前面已经拍了三个了，有蛮精彩的部分。那因为铃铛占了太多的空间，还是要赶快清一下。那后面这两个账号呢，也是各有各的特色，可是铃铛总是要开的。开一下，开一下，看一下什么铃铛啊。好，这个比较少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是要开一下，我们还是要开一下绳子啊。绳子好，绳子数值会比较高啊。调整一下哈，调整一下的设定，让人把生命力往下压，气力往下压，耐久力往下压。我们把灵巧拉起来，哦，智力也拉起来，这样子。好，再来羁绊。耶、yeah ，好，拉得好啊！看一下数值啊，啊，智力还是这么低。好，魅力灵巧，灵巧蛮高的哈。然后叫个宠物吧，哎呀，谁呢？谁可以用呢？好，499还不错。来羁绊一下，可以，好，等下数值116835762765，好。把铃铛给我拿出来，把双手举起来，铃铛拿出来。好，这次主要是要把这个富贵的铃铛开完了哈，那我们还搭了几个其他铃铛。那课题这边应该没有铃铛了哈，该拿完了。好的，来，开铃铛啦！开场十连抽，好了。为什么这边还维持在信长啊？是我城镇那边的进度太慢吗？来，十个。哦，还有忘记了把灵力买一下，把灵力买一下。大家记得啊，每个礼拜啊，灵力这个5000艾贝哈，5000艾贝。哎呦，不够哎，表示我梦幻甲铃铛这边开得太少，开得太少，灵力不够用。啊，开得太少，灵力不要。其实我这一只的角色还不错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一只。看我这次有信长哎，有谦信哎，这一只我真的要，你看三好昌信，这只我真的还有五田哎。如果这只真的要显的话，就是没有强大的胆红手，可是我是用七藤在撑的哈，可以啦，七藤是 OK 的，一个胆红手是够用的哈。那如果有两个是更好，因为后期的话，如果你两个更好的话，可以把大雷更快的清掉啊。啊，这是打三个的，所以我还是建议这边可能要用，可是这边好像没有昌信哈，啊有昌信哈。其实在抽的时候很重要一点就是昌信啊，我有一个角色是没有昌信的哈，那就头蛮大的，好没关系，那是用财杖在打，啊主要角色又不是神子，又没办法给他连续哈，来继续哈，看能不能抽到强大的单攻手啊。亮一个，哦，这个财障也还没突破哎哈，哎，五个灵力，我们要拿完奖金哈，23。
个。十三。啊，还有个两个。好，财账。财账满了。三个。好，这样，我刚刚有讲啊，信长适合连抽啊，我们来夹夹来给他一个连抽好了，好，夹给他一个连抽，来夹给他一个连抽，看他会不会抽出好的，哦，两金，铃木中了，咔咔咔咔，才刚讲完呢。都有了啦，可是林梦正把他扣手给我降两次了。哎呀，见鬼了啦，见鬼了啦，不要闹了吧。来，啊，蓝色的，单抽真的不行哎、欸。可是这个账号其实我是很看好他，因为已经。各个角色都差不多了，来，如果再来个一打不是更好，对不对？哇，昏倒，金川，这个应该再多爬一点，他这个铃铛太少哈。耶、yeah, ，金，哎，金金金，安元将监，哎呦，新的好，有新的就是好。再来，哦，院正式正会，哎、欸，不错啊，我是蛮喜欢深蓝丸的，啊，给我的体验真的是非常的不错，哇，三连金，哇，有马场了，所以。我可以转职去当神点的，是这样子吗？好，没关系，再来。也、欸、不错哎、欸，连续三个新的呢。好，蓝色又来，又来，又来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出现，见鬼了！开一个。哎、欸，有蓝色的，哇！这个荒漠村庄真的是让我头很大。好了，反正我这个账号已经还蛮不错了哈，我们就来跟信长玩一个五连抽好了哈。五连抽，现在时间比较短，来，我们来赌个五连抽。哇，见鬼！好了，创赛！啊，天哪！好了，我们出去一下哈。哎呀，这边他这个账号真的是抽到创赛了，昏倒了，抽到创赛。对，不错啦，是有几个新的了哈，多了几个新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哈。我跟大家养个，请大家养成一个习惯了。那登出登录点哦，就是让自己习惯停留在一个地方啊，不要乱停啊。你就让你自己习惯停在一个地方，那你会有时候要叫角色或者是临时要帮忙的时候，你才不会。忘记你在哪里啊？叫出啊，等很远啊，跑很久啊。哎，不错，加六零，加六零了，六千了。好，来看刚刚进来的角色了哈。刚刚进来一个，这是之前的。对一人发动伤害较大的麻痹攻击。这是单马、欸、这是单马、欸、藤林正宝这是单马、欸、
这个方向不错哦。单马比较少看见哦，单马。那刚刚出谷圣亲这之前的，搬到经济公里解除可及不加四属性管，这个也不错哈、哦。真田流暗杀术哈，它这个是打了之后降四个灯哦，打了之后降四个灯，不错哈、哦。中华之梦，我这次抽的都还不错啊。来，安元将监，好，这就是刚刚讲的那个破戒之风啊，破戒之风。可它是噪音啊，哦，噪音现在不好用，两个噪音，两个噪音，三个噪音，三个噪音会不会有搞头啊？三噪音，好了。不要去想那个不切实际的设计哈。好，那这个不错，这个我有看到人家用哦，这个兵阵还不错，可打可补哈，可打可补，可打可不可拉啊？啊，这种就不要想了，这种就不一定几率不一定中了。这个支仓厂长之前是有人说这个。攻击是不错，它是盾，可是它又可以单攻哦，它可以单攻这样子。像我们用道场女孩是多攻，哦，就群攻，哦，它是群攻。那你用支仓厂长，它就是单攻手，哦，所以你可以去调整搭配啊。如果你这一支，譬如说，哦，你这一关你需要很快的把王给打死。那你可以尝试一下搭配几个单攻手，哦，一个到两个。那像你看道场女孩真理她是群攻手嘛，那如果你本身已经有很多群攻手了，你又不想要把群攻手拆下来，那就把盾换成单攻手，再加上奇坦，哦，再加上奇坦，那就两个单攻手，再加上你自己，哦，这样子，你就不用去拆掉一个群攻了，哦。有马场了。马场还不错啦，他的假招巡学风，哦，假招巡学风这个还不错用，他就是不能补这样而已啊。然后他雅乐嘛，可以以下犯上，以下犯上这个也很强。哦，财障突破四了。哦，好，那这一支大概就这样，哦，十分钟而已。好，十分钟时间不够的话，我们再把它并入另外一个开铃铛的，哦，这样时间可以够。好，欢迎第二再分享，我是老郭，欢迎来到心脏世界。Hey, 各位网友大家晚安，欢迎来到信长的世界，我是老婆。我们来开第五个账号和铃铛。好，这个铃铛大概有150个甲，哦，150个甲，天哪。这个账号并不是很好，这个账号角色并不是很好，还需要强化。可是因为 后端的角色，哦，没有花很多时间在爬楼，所以铃铛上就比较缺乏，哦，就要等波动，哦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再来开一下，哦，那再来就是要把伙伴的名字叫出来。伙伴叫谁呢？叫375啊，375222213，这只就刚好有这只龙了。216，嗯，我丢，245，龙博就都没有，还没练，其实要赶快花时间练一下。喵。哇，都没练了。天哪，要花时间练一下375吧，用375好了啦。
来击败一下，然后把加成叫出来，神通叫出来，然后他的加成手链要调一下哦，把灵巧拉起来，把智力拉起来，好，这样子，然后再击败。哦，你要记得那个主仆之力啊，不是只有给盾可以啊。如果你有喜欢的角色哦，你也可以给他主仆之力，然后把武器都换掉，换成比较好的，那也可以增加他的条件的哦。那通常有的就是把身上的旧装啊，哦，旧装如果有不错的，就是给加成啊。那当然你给他上了一些护手会更好啊，什么天地护、天地守、护守护护手那个东西哦。那装备会更好，就给他、哦、你 穿一穿就给他、哦、来看一下技能数值、哦、哇不错，魅力有破1000、哦、其实不差、哦、这样结起来其实他的灵巧之力 不输给前面几个而已、哦、那我这一支的话、哦、就是虽然角色都还不是灵力、啊、要记得买一下，大家记得不是要买一下哦、我爸你了啦，灵力是一定要买的、哦、这个火枪的这一个攻击战啊，我这一次的角色啊本来是觉得抽的不好啦，可是后来他抽到了谁，他居然抽到了一打、哦、我本身是盾，我是武士道，我抽到了一打、哦、单攻手，这只缺群攻手啊，这只缺群攻手，还缺斗师啊。这只如果来个招苍就完美了，至少了招苍就完美了。因为这是群攻嘛，单三攻群攻。如果来个雨声单攻，来个雨声，来缺个招苍真田，缺个斗手啊，缺个斗手，其实他就是缺了个斗手而已。缺个斗手，然后缺个群攻或者是比较厉害的，比如说金川之类的，好，或者是德川之类的，嘿嘿，不要太贪心。哇，这边的进度到羽柴秀吉，哇，没有把所有的进度统一哦，没关系，现在试看看啊，先十连抽，有150个。看一下状况啊，看会不会跑啊？哦，不会，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子，所以老大都是喜欢零抽，农机喜欢单抽。要修。悲孙啊悲孙啊，就连接铃铛很少、欸、才几个而已。哎、欸、这个还不错齁、哦。好财障。光秀吗？可以光秀，现在只有光秀跟道场女孩会发亮而已、啊、因为我们有光秀，他的智力魅力都还不错啦，所以我们有那个羁绊他的话，当然希望他能够突破啦，能够突破对我们来讲 是有利的啦，所以也是希望他哎、欸、来了光秀吗？光秀到场里来哎好啦可以啦可以啦，就刚才刚才讲他们两个而已，哇又没有啦、
来了，是光秀的大长脸。穆露西亚，哎，光秀，哎，光秀会不会突破到最大了？这样开的话，光秀很快就最大了。十，哦哦哦，又来了又来了，哇，那互刷就对了。大仓厉害，好，我们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，cost 到几了？来一次冲。大仓两个光秀两个互冲啊，还差一个突破四啊，光秀已经突破了啊，哦，突破四了，我是用水啊，那等级太低啊，一，今天给他死的啊，那水哎火属哎，哦水属也蛮高的，应该给他一点现代啊，基本上给到死。如果你想要用它，或者是有希望用它，要给它死好，就给它到死，把奥义可以开启。那之后你再看状况，所以信赖再多都不够。金。桑乔，开，见鬼了！其实，对于玩家来讲啊，你角色多吼也是很困扰，因为每个礼拜要做的事情太多，然后你要训练的角色啊，打的宝箱啊。你没有办法很妥善的每一个都在那一个礼拜能够爬完他该做的，尤其有时候有活动的时候推大炮啊什么，浪费时间，浪费一个小时。有些人觉得宁可去爬楼。开甲乙啊，用秀吉来开，来开个连开啊，哦哦哦哦，连开连开，哇，嗯，都有啊，你耍我吗？我都有哎、欸。哎呀，不要玩我啊！开，不要玩我。色布胜长，这个还好啊。就我需要一个真田信长啊。我来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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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吧。先开单开。哦哦哦，又亮了。叫，哎、欸，哦，这个听说不错哦，听说不错，哎、欸，叫了，啊啊，吃大便了，看住，我不要看住，可恶。再开金谁？森田近云哦，好啦，新的原谅你啊、哦，新的就原谅你。再开一个，又金龙川一役也是新的哈、哦，哎、欸，好，再开
兄弟，你不要忘我，我宰了你跟家，不要再忘我了。来，谁？招苍，静气，不是静静吧？好，没关系，只要是新的就好。其实我是缺真田的，缺苍信。不要藤堂高，哇，藤堂高都已经有了。不要再忘我了。等一下，剩三个三连抽啊！行，这个刚刚已经抽过了，我知道这是什么了，这是古圣。好，来吧，开场就是要三连抽，抽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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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抽，开，哇，三金。哇！天哪，开到了鬼庭，厉害厉害！真的要连抽啊，还有半场信啊！哦，这一只哦，有一打也有鬼庭，好，真的是好，原谅你啊，好啦。居然抽到了鬼庭啊！来，我们来出去啊，看一下鬼庭可以抽到，可以做什么事呢？我还以为没好物了哈，居然抽到鬼庭了哈！我这只是那个武士道了，其实也是可以换的哈，可以换成武力啊，换成攻守俱佳哈。可是目前暂时还是用，可是我有真理耶，我是习惯用真理啊，习惯用真理。来，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哈，刚刚开的东西哈，刚刚开到了一个教儒，教儒是密教，显儒是佛阵啊，教儒可以干嘛？全体变为死人，减少生命最大值。这个应该只能用一次啊，生命最大值应该不会一直用啊。叫我，好，没关系，来看还有什么。光教士，光教士，初普。单攻守四属性，剃胡长尺、剃电长尺，这个是四个灯啊，四个灯。龙川一秘传呢？这刚刚有看到哈，龙川一秘传啊，很烂东西啊哈。烂手里剑，烂的手里剑啊，烂。其实没有去用也不知道了，可是以后啦，以后我们再来拍。哇，神点呢？哦，九头龙的意思，感觉很强啊，单攻啊，无属性法术，九头龙意思，神点。如果你的神职需要当攻手，当攻手，这是单攻手啊。可是我没有三好，这只就没有三好啊。哇，半长信啊，手里剑乱舞。细川藤孝，将军的威刚，这个不准不稳啊，这个不稳啊。这个啦，原来是军血哦，鬼庭是军血。哦。
那鬼亭这一招就有点像高桥，可是高桥目前抽不到。好，高桥目前抽不到，鬼亭这个是军血，它可以全拉哈，全拉，然后辐射强力姐姐，对，它有点像是可以抽到的高桥，好，可以抽到高桥。那这样等于是逼我哎、欸，逼我要改成武力啊，哦，逼我要改成武力了，因为我就变成可以用，哦，用鬼亭跟道场女孩去打，可是目前我没有那个啊，我没有那个很稳定的抖手、啊，这个账号还是有一点遗憾啊，遗憾。好，没关系，那就到这里了。有机会我们再来实装啊，实装测试啊，后面还要花时间去实装测试。那这一集跟另外一集合并啊，因为时间比较短。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赞助我们自媒体拍摄也是可以哈。那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在游戏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 YT 上留言，哦，我有机会就会去拍摄或者是替大家解答，因为有些东西我还没有拍啊，很多要拍。好，那欢迎大家来到新浪世界，我是老郭，谢谢大家。